哎呀，难得，因为他终于从英国拍完戏回来了，也快一年没见了，然后回来这一次的时候，好好聚一聚吧，在那个吃顿饭，因为我家里就这样子，就是要一家人齐齐紧紧的能够在一起吃饭是很难的，要保在台湾呢，我另外一个女儿在加拿大了，那故乡就常常就到处拍戏的，所以要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在一起的话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，有两年多大家没有在一起，以前我们每年几乎。一家人都会，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啊，这样子的，因为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妹妹的孩子啊，其他的孩子啊一起，现在呢就唯有等疫情，放开了啊，大家能够再找地方相聚吧。所以现在能够跟儿子吃饭已经是很难得了。嗯，你觉得有没有机会邀请他来 TVB 有一些合作呢？哎呦，我这个人就这样子。以前呢，就是我都你看很少，我看到我跟我女儿一块做电视，很少跟我儿子一块做电影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怕人家说哦，郑国强也张宝仪也这个成就，因为是有你爸爸，所以我希望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嘛。那现在呢，我更不想跟他在一起，就是人家以为我能够拍戏，就是因为我儿子，因为他现在比我红了嘛，我也不用去靠他啊。但是如果有机会，还是开心的。